彩婷，彩婷来了吗？好，来。我从105公斤瘦到92。对啊。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都慢慢走，但是都走到10000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啊，吃东西呢？正常。这正常啊。嗯。我想进去哪里？这个啊，想看中。这个、啊，你要买车、啊？买啊，这都正常、啊。好好。我有点累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你很累。因为那个想再来。哦哦。我、啊、哇，你是推手吗？没有啦，不是啦。哇，你真的故意哦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没有啦，伴郎是新娘的弟弟啦。好、哦，你可以剪头发吗？我上个月才剪的、欸。麻烦你。